来关心到屏东恒春，在今天中午发生了溺水意外，三名潜水客在垦丁核三厂出水口附近发生了溺水，其中一名男子上岸求救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有两名的女潜客受困在消波块，载浮载沉，立即下梯出动了绳索救人，只是其中一名女子被救起时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，送医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。